长安街有多长？长安街长度狭义 3.8 千米，广义55千米。长安街是中国北京市境内一条连接东城区与西城区的城市主干路，为横贯中国首都城区的东西中轴线路，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街道之一。长安街始建于明永乐18年，历经多年修缮建设，至改革开放后，全路段逐渐完成现代化升级改造。长安街因地处中国北京市中心，历史悠久，多次举办全国重大庆典活动而闻名中外，素有十里长街神州第一街之称。长安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长安街在中国政治生活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神圣的地位，体现着首都和国家形象。